柔，外形甜美。国报新闻台风我界翻摄自称颜柔脸书娱乐编导美综合报道，29岁名士新生代主播陈颜柔用柔傲人 F 罩杯千年当上记者后，短短二个月就坐上主播台，成为人气主播。没想到却因拒签新闻从业人员竞商条款，遭民事拔除主播职务，令他打算离职于民，是对不公堂。29岁陈颜柔拥有傲人 F 罩杯，反射自陈颜柔脸书。据了解，民事之前公布员工兼职业配规范，订定新闻从业人员竞商条款。周刊网报道，民事共约20名主播，大多数都以画押遵从，唯独陈颖柔坚决抗议，至今仍持续在脸书经营个人行小于业配，导致原本前途大好的他一夕之间遭解除主播职务并调组，传他已有意离职并诉诸法律。陈颖柔外形亮眼，拥有大批死忠粉丝，反射自陈颖柔脸书。对此陈颖柔坦言确实拒签，也高调离主播职务并减薪，我确实打算求去，但不会主动兴送，不过明示若将我求偿，我会打官司奉陪到底。他说一明示高层已介入，不便透露细节，希望事情能圆满解决。至截稿为止，明示新闻部尚未对外回应。